格力强、小赛罗、怪兽都被我给打跑了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看看你没有光的样子，真是丑死了，你以后别再回这个家了。就是就是，我没有你这个丑爸爸。你快点给我离开吧，你，我现在看到你就烦。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被格力桥赶出来无家可归的赛罗哥哥只能一个人在街上流浪。赛罗哥哥跌跌撞撞来到了一个垃圾堆里休息。你们快看，赛罗不离开地球还待在垃圾堆里。赛罗，是谁让你在这里待的？我们早就不需要你保护了。你快点给我们离开地球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快走快走，你连垃圾堆都别想待了。被赶出来的赛罗哥哥只能继续往前面流浪。赛罗哥哥跌跌撞撞地来到一个垃圾箱面前，他左右看看周围没有人，就暂时钻进垃圾桶里面躲雨。大黄，你朝那边叫什么？那里又没有人。大黄，你等等我，一定是里面藏了不好的东西，快给我出来，不然我们就叫人了。原来是你这个臭赛罗躲在这里，你不快点离开地球，居然还敢躲在垃圾箱里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打我了，我现在就离开地球。快走快走，你个臭赛罗，别在这里碍我们的眼。我真的太伤心了，大家都不再相信光了，都要把我赶出地球，我现在一点光都没有了，只能走着回光之国了。等你们再需要我了，我再回来守护你们吧。小朋友，找人来救我吧。赛罗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，奥特曼们都去执行任务了。小赛，不好了，我爸爸带着怪兽正在打赛罗。爸爸，我来救你。小赛，等一下，你是小孩子，怎么能打得过怪兽？这怎么办？奥特曼们现在都不在光之国。有办法了，这是我爸爸研制的身体变大药剂，你变大后再去救人。这还不够大，我要变得再大些才能打败怪兽。这需要小朋友的帮助了，小朋友给的小心心越多，小赛就变得越大。爸爸，我来救你了，怪兽看我的厉害。小赛，快看，这个被石化的奥特曼跟你长得好像。是啊，我也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看到他被石化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心里难受。小赛，这个石化人该不会是赛罗奥特曼吧？你的爸爸很久没回来了。不可能，妈妈说我爸爸正在其他星球打怪兽，他打完就会回来了。小赛，白天的那个人就是爸爸，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为了保护家园跟黑暗军团战斗，把所有的光之能量都消耗完了。你看到的那个石像就是爸爸石化后的样子，你现在的光之能量还不能复活爸爸，等你长大了就能复活爸爸了。小赛，我把大家都叫来了，我们一起帮你复活赛罗叔叔，再加上小朋友的小心心能量，一定能复活赛罗奥特曼的。小赛，爸爸生病了，我去药店买点药，你照顾好爸爸。好的，我会照顾好爸爸的。爸爸，你快先好起来吧，我要你带我去打怪兽。买了这些药，但愿能把赛罗哥哥的病治好。格力桥，我抓住你了。贝利亚，快放我出来，赛罗哥哥在等着吃药呢。你想得美，这是我对付赛罗的好机会。小赛，我给你买糖葫芦回来了。真好吃。不对，你不是妈妈，你没有给爸爸买药。我当然不是你妈妈，我是贝利亚。不好，糖葫芦有毒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马上就把赛罗抓过来，让你们一家团聚。赛罗，这次轮到你了。喂，什么？你的病竟然好了？这多亏了小朋友们的光之能量，
贝利亚接招。